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嗨，大家好，我是康妮。我的两个侄子现在在我身后，他们今天有非常重要的任务。小朋友听好了，你们今天有非常重要的任务，你们要来试吃台湾的零食。这个游台湾，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有代表性。我已经跟自己丢了。江江，全部都是台湾古早味的零食。Doraemon。一二三，七，试吃。我们现在来试吃，要先吃哪一个？这个。你要吃那个凉糕条，就是那个水果条，是不是？嗯。怎么样？嗯。I'm guessing that's pineapple. 对，换妈咪吃了。为什么我要这个？你确定我吃过这个吗？哈哈哈哈哈哈！那没有味道。好，下一个。What's inside? So hard to get out. 一二三，いただきます。就是这样撕开，然后这以前小时候广告标榜它就是可以拉超长的这种。这是什么味道？果汁的。OK。OK。好吃是不是？当。嗯。Thank you。都是 gummy bear 啊。嗯。下一个。棒棒糖。里面是酸梅。我只会吃酸梅。English from England。No. I'm not gonna eat it. Try it. I'm not gonna eat it. 甜甜的啦。对啊。嗯。好吃吧？嗯。好吃。好吃。它就是合在一起就酸酸甜甜的，很好吃。嗯。The bag is yummy. OK. Yeah. 下一个是吃什么？这个是 grape。这是 cherry 的，耶！我小时候最喜欢的是这个。对，我们小时候都很喜欢吃口红糖。嗯，有没有 good？ 好好吃。Is it good? You wanna try? 很好吃。有没有葡萄口味？嗯哼，有。Yummy. Super super yummy. Is it? Oh, push.Push， 所以你要手指头 push 推出来，它要掉出来了。哦，然后这样要收的时候再盖起来。哦，原来是这样子。OK， 下一个，当然就要吃这个很像牙膏的东西 ，soft chocolate 巧克力风味酱 ，just squeeze it into my mouth。Yes， 有挤出来吗？好不好吃？嗯、好不好吃？嗯、so yummy. I'm gonna try another one. I'm trying another one. Ah, I love this. 嗯、I'm drinking the. 吃起来有点。Lipstick. I'm drinking lipstick. 不太像真正的巧克力，可是是甜的。我来试试看。其实我小时候也没有吃这个巧克力酱。嗯嗯，甜甜是甜甜甜的，类似巧克力。下一个要哪一个 ？Soccer balls. This is just like the Halloween ones. 一般的巧克力甜蜜吗？哦，它拿出美国的，很像是不是 ？Hershey Kiss. OK， 好，南瓜。好吧，有可能是类似的，不挑挑剔。当然 ，I like it.
换一个。哦，还蛮好喝的。OK， 下一个是什么？就是巧克力。对，是巧克力。米果巧克力。怎么样？好吃对不对？好吃，好吃。Please thumbs up. Two. Yeah. 三。好好吃哦！我小时候很喜欢吃这个。这个是不是？就是铁板烧。是辣的耶。哦。是妈妈。你注意点。我两个吃。这其实我们小时候也不太常吃。Then what can I eat? What? 哇，好香。沙茶酱味道。好吃吗？好吃。It almost tastes like five times harder than chili pepper. 好，弟弟喜欢这个。这是一个叫做面茶粉的东西。我特地请教了杂货店的老板。我这个要怎么用？他说他就把它剪开，然后把它倒在碗里面加热水，或是直接用吸管吸都可以。That looks more like soup. Yeah. Hot, a little bit, a very teeny tiny little bit hot. Is it very teeny tiny little bit hot? A bit of lemon. Lemon 还怪。Yeah, a bit of lemon and Coca-Cola. Coca-Cola. 好怀念的面茶味道，好好喝。妈妈正在煮面疙瘩，妈妈喝。你直接用吸管啊。有没有？是很怀念的味道。有。太甜。太甜了，是不是？小时候觉得这甜味很刚好，现在长大喝有点甜。下一个，凉烟塔。这好小，以前的东西。这是 cigarette。Cigarette， 这 fake 假的啦。I smoking. No. 这个不可以。小孩子不可以学。Smoking is not good。对啊，小时候很流行这个。这是猴糖啦，这是猴糖。那个好吃是不是？觉得不错。好，来下一个。这是山楂吗？对啊。哦，那应该很好吃哦。这个你们 daddy 也很喜欢吃山楂。山楂。嗯。小时候味道。好吃，I like it. 下一个啦，我们是这个 grape。哇，这是好熟悉的样子啊。That's like a rock. Is that a rock? 这个我小时候也是很爱。Is this a rock? 以前有这么多粉在外面。有，而且我很喜欢吃那个粉。好吃。叮叮。好，剩下这个芒果干。干，好吃吗，弟弟 ？Mango 做的。The basketball candy for this is you。你不吃吗 ？No thanks。好，该我了，我是谁汉哈。大人的味道。红鱼片。红鱼片。Share。You want a small piece?哦，日本的那个鳕鱼香。It's like the white long thingy. The white long thingy. 看一下。最喜欢口红糖，跟这个是不是？我跟你说，悠悠最喜欢吃口红糖跟软糖。Mitchell 呢 ？Mitchell。This and this, yeah. 所以你是只要是巧克力都喜欢，是不是？Oh yeah, this is chocolate too.对啊，这也是巧克力，这个也不错。画完龙台湾，我们要抽签抽奖，抽到一号是糖果，然后就要看你的运气怎么样，用抽签来决定你可以得到什么。然后里面啊，就是会有这些什么跳跳糖啊，然后积木啊，然后这个果冻，然后还有乖乖的 QQ 糖、真有牛奶糖之类的，还有积木，还有可乐糖。好，每个人来抽签。这以前杂货店就是什么10块钱可以抽一次啊，多少钱可以抽一次，然后看你抽到什么。One， 哎呀，看你个一。又又可以得到口香糖一盒，这个才是我小时候的最爱。五号积木一盒，真的。已经有人先把积木都拿走
哇，那个不知道怎么有什么开，哇，不知道怎么开，打开里面居然是，那我一直是说愤怒鸟的那个。OK， 我拿这个。好，因为那个实在是它上面写的那个奖品都会分布不均，然后有这么多号，然后可是只有这么几个的选择，所以很尴尬。对，反正这盒就是给他们，然后就是给小朋友玩，然后抽奖这样。霹雳跳跳糖，呀，妈咪妈咪乖，哈哈哈哈哈哈，试试看，已经有那个大家，然后你头往后一点。有没有在跳跳？有，有没有在嘴巴里跳跳？没有吗？最后呢，来问一下新的感想，你觉得台湾零食好不好玩？好不好吃？好玩，好吃，是大姐姐。当然好玩，好吃啊！有没有很怀念的感觉？有。妈妈，你刚刚吃面茶有没有怀念的感觉？嗯。妈妈一直在很认真的在做菜。好，那就这样子，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抗命影片的话呢，记得帮我按个赞，然后一定要订阅哦。小铃铛开启，这样直播放上最新影片的时候呢，就能收到通知了。那另外也到脸书搜寻“我抗命爸爸加武堂”是，然后帮我按个赞，消息才不会漏接。我的 IG 也追起来了，这样子跟大家说拜拜，拜拜。Robbie 也要掰了吗？